怎样从真如自性下手，见性了是否生死就自在了，见性生死就没有了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的告诉我们，见性之后你的心清净了，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就生死没有了，本自具足，啊，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，啊，你就成究竟圆满的佛果了，啊，你跟释迦弥陀没有两样，啊，你要问怎样从真如自性下手，我觉得你不必问，啊，就像我的老师教我，你不可能，啊，你这一生做不到，还是老师念佛有把握。